一齊睇今日嘅娛樂新聞。2014年全球華語大學生微電影節將喺今日起面向全球大學生徵集微電影嘅作品。今年年底將會選出一批優秀嘅作品喺全球多個電影節上面上映，並將會喺今年12月喺香港舉辦頒獎典禮。2014年全球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你支持了没？请支持2014全球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请支持2014年全球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祝贺2014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举办成功。祝2014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举办成功。祝2014年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举办成功。祝贺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成功。